国内哦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实体通路哦，被网路网拍，感觉是侵蚀了好大的一块地盘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快要过农历年了，各大拍卖网站现在也要来抢这个最后的商机，年货都要抢，实体店面可能真的要掉眼泪了。我们来看乐天拍卖打出了史无前例。会员点数20倍的回馈哦，这个点数哦是直接可以当现金用的哦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这次买很多，你有好多点数的话，下一回你买东西用点数就好，你不用再付钱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哦，这个这么样的流血特惠价，你知道他们这个老板讲哦，这个网站不得了了，这个每天呢都有好多闪灵刷手哦，在网拍居然可以刷到10几、20万甚至上百万，他们就说未来这网拍市场可能整个市占率又要大大提升了。可以焗烤、香煎、酥炸。强调无油健康的气炸锅是很多妈妈在年节的首选商品，市价约8000，网拍价5600，现在你有机会再打65折带回家。三 C 家电也是年节的热门商品，像这台13寸的苹果笔电，网拍价43590，已经比市价少了3000块。如今你可以靠着点数回馈，花3万元左右就能拥有它。会这么破盘，是因为网拍业者在年前一周抢攻过年商机，推出了连续3天点数20倍的回馈，白金会员最多还有65折，锁定高价商品。平均每个小时都会有超过10几个上10万的一个刷手的出现，这一波走下来是72小时，预计会成长70%左右。优惠推出的第一天，竟然就有40位刷卡超过10万元的买家，连业者都吓了一跳。而除了乐天推出点数回馈外 ，PC Home 则是跟30家的银行合作，主打分期零利率，再送3000的刷卡金。期末拍卖则是每日推出好康来应战，期盼在年节档期杀出重围。6370点的回馈，对，所以等于下一次你要买东西，直接可以用点数折抵。就是看准网络消费比例倍增，到处都是精打细算、货比三家的民众，网拍业者想要开出红盘，必须推陈出新，满足消费大众。三新闻的新闻在台北，想不到。